你自己说该你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马上，马上就是你，你第三个，来。但是你既然自己来的，自己选择，可不能哭，是不是？也是奶奶说我。啊？也是奶奶说我。奶奶为啥说你？要是妈妈送我。啊，妈妈送你啊。行，不管谁送你，你都得好好练，对不对？你今天穿的有点厚啊，我可能搬不起来，你看。但是教练有多高搬多高，好吧？好吧，你说搬到耳朵呢，还是搬到头顶呢？为什么？行。搬到耳朵上。啊，耳朵上。1234567890。不，我还没喊开始呢。1234567890。我还没喊开始呢。1234567890。我都说了，我没喊开始，开始。1234567890。哎，不错，会了没有？会了。厉害，我看。那个不算。叫两个。啊。我是叫奶奶嘞。安静。我是叫奶奶嘞。哦，叫奶奶看看是不是？等你再看看另外一只腿，对不对？这个腿不。这个腿没有练。这个腿没有练，那我帮你练嘛。力使劲儿。啊？力使劲儿。不使劲儿咋办啊？我稍微使一点劲儿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奶奶穿的是纱线。啊，别动，别动！1234567890。我都说了没喊开始呢。没喊开始，不喊。光这样。啊？光这样。好。1234567890。没开始，一。一二。啊！我数，我数。三四，哎，不错，你筋拉开了。五六七八九八八九十，十下来多少？三个。十一。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。17、18、19、20，这不是不同吗？是不是？转过来我看，你又没哭，你这叫啥呢？叫？叫奶奶。哦，行。加油，可不要哭喽。去吧。你会哭不会？行。